啊，我的车。哟，不是，等会儿啊，李燕子。哎，李燕子，杨兰兰。媳妇儿，还记得我们啊？哎呀，老同学呢，怎么会不记得呢？听说你现在混得可好了，这个车得上百万吧？也就100多万，我怕咱老师的这个路啊走不进去，我就把车停这儿了。哎，那个强子，还得是你。在那个之前啊，我就听别人说强子现在可有本事了，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，今日真是见到了。真是的，听说你现在生意做得可大了，咱们这届同学里属你混得最好。一点小生意罢了，没有你们说的那么有钱。行了，这外面天挺冷的，咱们边走边说吧。行，走走走。哎呀，来了，哎呀，强子，哎，燕子，你们几个都来了。老师，老师好。哎，赶快请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，老师，你们家啊，这房子挺好的，不过门口这条路啊，那一下雨，这泥特别多。回头啊，我给你修一修。哎呀，强子，这怎么能让你修呢？我们村里的人说了，马上呀就要修了。啊，那我就不给你修了，免得到时候别人说我。老师，今天你过生日呢，我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好好好，兰兰，谢谢你了。你看兰兰还是长那么漂亮。是啊，又长高了不少。是。老师，我给你订了一个豪华蛋糕，正在路上呢，一会儿啊给你送过来。要不是老师非说让在家里吃啊，我早就订一个豪华大酒店了。老师，节俭惯了。哎，是，强子，这让你破费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你看今天我过生日呢，在家里吃饭呀热闹。老师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这届同学之中啊，属强总混得最好了。他可是开了一个大公司，现在可有出息了。哎，是，这个事情啊，我知道。啊，你别说，上学的时候学习不好，现在到社会上混得倒是挺好的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样的话，这老师这脸上也有面子呀。是，虽然那时候啊我没有怎么学习，不过呢，下学了之后啊，我也什么都干过，啊，一步一步的当上了我现在董事长这个位置。这还是强子呀，这见识面广，脑子灵光。这全国各地啊，我哪个地方都去过。那好，那你们几个先聊着，我这厨房呀还做着饭呢。啊，行，你先忙，我给你帮忙吧。哎呀，不用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啊，行。那老师，我不吃太辣的啊。强总，你看你现在那么有本事了，回头你也提携我们两个，我们现在还在小公司当职员呢。是啊，你说这上班族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呀？啊，你们两个现在是小职员。行，那有时间的话，咱们可以好好聊聊。到时候我在我公司给你们安排个好的岗位。哎，行，还是老同学靠谱啊。改天我们请你吃饭。哎呀，行。哎，你说今天老师过生日，请的还有谁呀？应该没有了吧？你说咱们同学当中混得最好的都在这坐着呢，还能有谁呀？哦，混得特别差的也不好意思来啊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说咱们都在这坐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连杯水都没有？就你看我把这事给忘了。那个，要不我帮你倒杯水去。算了，我估计啊，老师家里也没有我想要喝的茶叶，我喝的那都是进口的。哦，这都是有钱人的生活，咱们不懂。是。谁呀？我去看看。来了。兰兰。团长。是我。是，团长，你怎么穿着这身就来了？这刚才啊有点事儿，有点着急，还没来接话呢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先进去吧。那行。你们看谁来了？谁呀？你们就对了，同学。没看出来呀。班长呀、啊。是我。你现在怎么混成这个样子？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，你没少打我们报告。你现在混得跟乞丐似的，跟我们强总那是没法提呀、啊。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没有啊，我感觉挺好的，这不是刚才有事没来得及换吗？是没来得及换还是没有衣服穿？实在不行我给你几身，你看你这穿的还同学聚会呢。我知道你过来了，我都不会来。强子，这就不必要了，我感觉穿什么衣服不重要，今天是老师的生日，我们开心就行。这样的人在这儿
我开心不了。强总，你别给这种小人一般见识，他能跟你比吗？他不配，给你提鞋都不配。就是你再因为这种人气坏了身子，那才是不值呢。那么大公司等着你去管理呢。啊，那听你们这么一说，现在强子混得不错。你这话说的，那就混得不错吗？那叫相当可以，咱们这届同学数他混得最好。就是有没有见识，那个强总都说了，天龙公司啊就是他的。就是你说当初学习成绩数你最好，你可是老师的得意门生，还以为你将来会有多大出息呢。结果呢你看呢，学习好不见得混得好，这有人读书啊都读傻了。谁说不是呢，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。就是那时候你学习那么好，你还是班长，有事没事还老管着我，我就不爱学习。你看我现在啊，不照样穿得光鲜亮丽的，公司开着，我豪车100多万呢，你有什么呀？就是咱们老师啊都以他为荣，你可倒好，净给老师抹黑，你还好意思来？我要是你啊，我早就找个地方钻进去了，没脸出来见人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这么说嘛，咱们都是同学，何必这样呢？是不是？行了吧，喊那么亲近干什么呀？早知道你过来，我们根本就不会来。还有啊，你这次来，你不会想着同学里面肯定有本事的来巴结人家的吧？哼，要不然来干嘛呀？哎，强总，你们公司不是那么大吗？那个什么保安打扫厕所的，你给他介绍介绍。你看他除了给咱这届同学丢脸，还要干什么呀？你把他招到你公司收容一下。你说什么呢？招到我公司不是给我丢脸吗？让别人知道他是我同学，那我的面子往哪搁？啊，你说的对，是我考虑不周。那个什么，你啊还是自己说点破烂什么的啊，饿不死就算了，别说是我们同学。不是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们怎么都变成这样子了？我们当年的友谊呢？那时候多快乐呀！行了吧，别提以前，以前谁跟你有友谊啊？你给老师走得最近，老师啊眼里心里都是你，哪都看得着我们呀？谁说不是呢？你知不知道？到现在想起来，上学那时候我们还讨厌着你呢，就知道打我们的报告。那时候都是学习啊，也都是为了你们好。行了，为我们好，不用你管，我们混的照样比你好，自己把自己管成什么样了？一个捡垃圾。你不要自己没本事就为自己找借口，你看看你现在混的真是给我丢人，还说的同学情谊，什么情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天龙公司这么大，你连门槛都进不了，你穿成这个样子过来参加同学聚会，我就是看不起你，你说你来干什么？强子，那这么说的话你们公司门槛挺高的呀。那别人啊可能还能进去，就你这样的绝对是进不去啊。是是是，我是进不去。这样吧，你不是开了天门公司吗？我现在打个电话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他打电话？打什么电话？舒芬萍啊，干嘛说你两句你受不了了要打120啊？你们等着吧。喂，林秘书，咱们集团是不是和天龙公司现在有个合同啊？切，装的还挺像啊。你现在通知下去，和天龙公司的合作立马终止。行，就这样，等着吧，等一会儿你电话就来了。那等一下我电话肯定是会来的，我一天几百个电话。那要你啊，你打电话装什么装呀？我说你两句你气不过，你在这儿自己装起来了，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就是这么多年没见，什么本事没学着，学会吹牛了啊？吓唬谁呢？他不去当演员都可惜了。哼。喂，怎么了？你说什么终止？是我们跟九点集团不是合作的好好的吗？我现在就回去。怎么回事？强总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公司出事了。哎，出什么事儿？快好的吗？不好意思呀，这饭我做好了，开饭吧。老师，我现在不能吃饭了，我公司出了点事儿。那个，我们公司本来跟九点集团有个合作，现在他们突然要跟我们终止，说一终止，我们公司会出现很大问题的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哎呀，强总，你别着急，这个不用怕，不就是给九点公司谈合作吗？这九点公司的董事长都在这儿呢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呀？董事长？谁呀？你呀？在哪呢？我怎么可能是呢？这在哪你们都不知道呀？老师，该不会是你吧？那么大的公司。燕子，开什么玩笑呀？老师
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呀？这就是咱们班的同学，这大帅呀。哈？他不是捡破烂的吗？老师，你不是在给我开玩笑吧？强子，这老师还会跟你开玩笑呀？难道你们不知道呀？这上学的时候，这咱们班这可是大帅，这数一数二的好学生呀，他现在可有出息了。我说大帅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呀？你给强子好好说说。杨总，我真没想到您就是九点集团的董事长。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对不起，我刚刚的话多有得罪，您别生我的气啊。行了，咱们都是老同学，不过我得说你两句。这咱们都是这么多年的老同学了，今天聚在一起啊，又是老师生日，本来啊就应该开开心心的，不应该相互攀比，是不是？这无论什么职业都值得被尊重。是是是，我也没想到啊，不是，您一个大老板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？我这呀是刚才啊姑娘有事我去考察去了，这不是老师生日吗？我没来得及换衣服，所以啊就赶忙赶过来了。这没想到这一见面，你们呀把说的这么不堪。都是我的错，杨总，我们公司可指望您这个大公司合作，我们才有活路啊！你不能就这样给我们终止了。杨总，您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，我求求你了。哎，行了，小乔子，咱们是同学，我只想告诉你啊，这以后啊，无论做什么事、说什么话，都要尊重别人，无论他什么职业，无论他干什么，你说是不是？您教育的对。哎，这行了，别说了，这既然啊，这误会也解开了。这饭菜我都做好了，走，咱们先去吃饭，吃过饭啊再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？行行行，咱们先去吃饭。那走吧。走走走走走。